哎，太极啊，是打太极的那个太极吗？对啊，太极吧。鸡。鸡哦。哦。来。我一刚好就要保持听盘，我刚就不会拉太差距。我刚刚为什么听你打的？剑，我在等着埋伏。哪一张？二五幺啊！你打超多的，我在埋伏。不是因为他都打完了，你也没。对啊，对啊，他自己也有抓。对啊。哎、嗯。是不打。我觉得都快结束了，就是感觉很有机会胡刀。哦。信誓旦旦。有就下、啊，没有。你有力了、啊，你回血了，中，哇，感觉很结实哦，还有掉到水里面的反弹声，咚咚咚，落之前就是咚，嗯，死也是不通，就我刚刚就是在说，钱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终于亮了。世杰安安，哇，屌！这么想吃饼，有够烫。是我这么不想吃冰，吃下去太干了。哪里？喉咙啊！哦，欸、你的冰还在牛舌冰，那个是买一年的，有没有一年？没有，没有，也没有一年，放好久的。我帮忙吃超多的，买了给你。你那个真的是帮忙，你真的是帮忙，你真的是帮忙。没事干就来吃，帮忙就大忙。这包还全新未开封的，我看一下。有开过啦。这个没开啊，真的没开啊。对啊，有开那一包都有吃完，你看看一包多难吃，多难吃的完。他说多难吃。多难吃的完，真真心话哦。哎，现在几岁？看你过期了。过期了。那我前阵子还在吃。靠背哦。哎，你吃的是开过的吧？难怪，所以他这个黑黑的是正常吗？他是黑糖吧？那是发霉吧？不是，你这样想是日子会好过一点。那你回家有没有拉肚子？那每天都在拉，没有感觉。奶类的我都会拉。小燕安安。嗯。哎。嗯嗯。芝麻。好贵哦。撒娇。嗯。北风红中。你这包二，包二，两，兄弟们，一万二，三千六千，三千六千，哎，炸装靠背哦，干。